怪了你。哟，啊，这个，哎呦，按太快了。碳跟钢粉也可以啊，木炭跟铁粉，别的环节哪里？铁锭跟木炭，铁锭跟木炭。下来，移上去。哎、欸，不是，铁锭，铁锭跟木炭，没有动哎、欸，没有动静哎、欸。怪他就是不烧哎、欸，放反了，这个放反有差，输出，蓝色，灰色，这样。哎、欸，天又黑了。烧啊！满满的能量哎、欸！所以现在到底是哪里出错了、啊？搞这台机器搞超久的、欸。太少木炭，哎、欸，等等，他在烧嘞、欸，哎、欸，四个木炭，哇，哦。我知道了，这了书没有教嘛，书上面没有教这个啊，谁知道啊？哎，我们来做个啊，不要做这个。哎，终于我们找到问题点了，要四个木炭才可以烧一个。所以我们要再去砍一些东西，砍个木头吧。这太奇怪了，我们把这棵树解决掉，先挖一点泥土，来一个垫脚石。其实放碳粉或铁锭都可以，只是因为它的那个木炭啊，要四个它才会动。我们等一下再弄一次，先让我把这一棵树砍掉，我们就知道原因了。哇，这棵树长得蛮高的，让我们来解决它。对，就是木炭不放的不够。这学校没有教啊，谁知道啊？
哇，真的是上面没写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造反啊！干嘛耍个性啊？所以我们要很多树哦。哦，我们这个弄完了，就可以做一个钢的东西出来。哎，快砍啊！哎呀，太高了，来吧。来吧，孩子！哦、，yes！ 哇，还有一个，哎、欸，啊，有了有了，这里还藏一个，这树真的是傲娇哎、欸！啊，有了有了，哎、欸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可以解释吗？这里还有一个，有了有了，哇塞，这个砍树真的是一门学问。其实可以用电炉烧木炭。哦哦哦，电炉烧木炭，哦，可以啊，对啊，对对，等一下，啊、有了，我们有几个？41个，41个，我们放10个去烧好了。我来了，40个，会太多吗？嗯，不知道。花花草草的不要，野花惹草。这个苹果啊，这个橡木树苗，我们在这里随便种个几棵。哎、欸，太近了。哎、欸，喷太快。啊，我们随便种个几棵。有蜘蛛的声音。哎呀，有16颗哦！啊，你们先收起来，用电炉烧比较快。啊，对，我有发现。种子是这里，这个。哎、欸，绿宝石竟然放这里，要签订啊！因为刚之前这里被苦力霸炸掉了，好了没？哇，10个电炉哦，铁炉，铁炉跟电炉不一样哦，没关系啦，你看它就可以烧了，这真的是一个傲娇的东西耶。搞死人吗？学校没有教的事。哎、欸，奇怪，我刚才不是有烧一个哦？这个我们把它拆下来。哎、欸，嘴嘞，那个嘴嘞，嘴巴在这，装上去，看一下。先拆掉。欸，可以休息了。所以，欸，那我多这一个哦。好，这个先收起来哦。我的书嘞？我的
的书在这里，要看一下啦。老师没有教的事，做一个什么啊？伐木的呢？做这个伐木的好了。好，伐木的有在这里，应该是这几个。想跑？应该是这几个。再我们再确认一下。这个呢？叉叉，这是瑞的。瑞的这个吗？啊，对，这个。哦，这个丢下来。用整组钢做这个会比较好吗？啊，又没有了。木炭。哇，这很花木炭的。用钢这个做这一把斧头好吗？很纳闷哎。Hello， 你们还在吗？但是你没有做组合台啊，对哈。还要再去挖东西哎。那个组合台。DHER 不是，这是 TINKER TINKER 的这个，我们要再做这个，做这个呢还要再粘土沙砾石，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里面还有没有沙子。怎么只有两个呢？这个。历史在哪？没有历史哦。哎呦呦呦呦，粘土在这里，粘土有了。那我们来做一个，有做这么多啊。然后这个木炭粉还可以烧吗？不行哎，那没有用哎。那我做木炭粉，木炭粉可以干嘛？木炭粉可以拿来做什么用啊？弄出了一个怪怪的东西，让我觉得我是不是头壳去撞到了？拿个煤炭来吧。煤炭也快没了，做一些火把也都喷掉了，我们要慢慢的变回来，赶快睡个觉。做这个不对，为什么？不是要做那个吗？进阶的吗？做这个进阶的啊？是右边第三排第三个，右边第三排第三个。一二三，这个不是这个吗？这个吧，对吧？应该对哦。
两个，这里还有25个。哦，看一下，快点快点，我们在等待你的好到来。3个，哎，3个可以。还要铁砖呢，我现在才想到。49、36，哇塞，这么吃东西哦。哦，这里有3个，还好我之前有存。掉好啦。嗯，一定要铁砖吗？不一定吧。嗯，一定要铁砖。哼，哎，不要吵架，不要吵架。我记得这一定要铁砖吗？这个很浪费。哎，算了算了，再挖就有了，算了。是这个吧？啊，就是你，跟我走，来，一来来来来。啊，有了有了。哇，我们可以做了，可以做了，这个斧头。是4个嘛？那我们现在这个流出来，哎，钢棒，还有这个叉叉，这个小熊，叉叉小熊，没了，哦，这个。我只有丢3个钉下去哦。哦，要修哦。这个这么耗材料。这个这么。哦，那我们还要。哦，我们再去砍一些树好了。欸，这是我刚刚种的吧。长得很丑欸。好吧，好，可以，够了够了，嘿，拿这个棒子，赶快再挖一些原木，不然木炭又不够了。来偷袭，我拿棒，哎，好死啊！哎，等一下，哎，走开啊！哎，我着火了，这红眼僵尸哎！非常讨厌他，就，哦，真好，哦，现在又有阳光，太棒了。都挖到一半啊，难怪。哦，这之后我们就要盖房子好了。哎，哦，这可以丢上去啊？这什么东西啊？这能做吗？这蛮特别的啊。这个不要，我们先种，把树再种一些回去。哎呦，连体婴啊！哎，
真的要换一个滑鼠了。放这边，放这边应该不会涨。我丢，看一下哈，你又回来了。哎，我们的莓果还在上面，回来了，不要晚了。刚定六个好了，果然如我所料，是不够的。那我们这个呢？我记得他，等一下，我们再去砍一个树，把它凑。哇！吓死人哦！突然就长大了。一夜间就长那么高，我们先放一些去烧。这个一次可以烧，一次烧十个，一个煤炭烧十个，记得没错的话。头是一次全砍，哦，那个斧头这么厉害啊！哦，那我真期待，不然现在跟个傻子一样。来，这个脑。